期待想要往外跑了。真的假的？你可以先铺啦，我把这边弄好一点点。下面，因为我觉得下面还有点丑。好啦，其实我现在就需要。你这不都是要炸掉？你是在那边？哦，没有，你不懂啦。没有那个叫什么强迫症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不想把创世人玩得这么痛苦。这是经过极限的洗礼之后，啊？嘿，我好像铺成上半砖。上半砖没关系，那你记得插火把就好。不行啊，这里太丑了，太丑了，太丑了。月主安安，对啊，很多要如何换中文名？看我粉丝团啊！哎，你们真的是哈，都想用免钱的，是不是？好歹给我，好歹给我一个赞啊，对不对？我都一大早起来爆好看给你们，不分享，不按赞，不留言，好，你们很会，你们很会哦。我不想要表达什么东西。你想讲什么？我不想要表达任何东西。你想讲什么？什么？好啦 ，OK， 把这边弄好一点点。怎么没切换中文？因为我看得懂英文呐、啊。这句真的很惹人。好好好，马上赞。我们还用创造飞了冰箱一圈，真的吗？我怎么没什么印象了？别人 FB 有说可以改中文的、啊、，Good， 他们一定是学我的。没有，那是从Twitch那边看过来的啦。我把Twitch文章看完之后，消化成自己的，教你们怎么设定啊、哦，你们比较看得懂。不然你去看Twitch那个落落场，我相信你们一定没耐心的。好啦，没有石头了。啊，没有，刚刚不是一堆半砖吗？你是没拿走还是怎样？用完半砖了。用完了。我用很奢侈的方式。用完了，真的假的？这么快哦？真的。用省着点用啊。骗你没钱拿、啊。省着点用啊。我刚才讲什么？我想把这边做。我喜欢比较大的路，这样走路才不会跌倒。什么鬼啦？什么跌倒不跌倒？哪有道路缩减？道路缩减。哪有那个问题？啊？心目中的实况主大大都这样。什么会玩麦块都是学别人，你们又在曲解我的话了哈，小猪又要造谣了是不是？造谣又要造谣了是不是？啊？小猪，你一定是在欢迎我的到来对不对？可是我等一下可能会把你杀死哦。不要了，玩空岛你还要杀怪，省着点用啊。杀小猪？你是骂脏话吗？你骂脏话、啊？哪是啊？你刚不是说你要杀小猪？杀小猪？把小猪杀死？杀小猪？你现在怎样？杀小猪？好啦，这边可以种田了。我们等一下来当个居家好男人，我们来这边种田。有这个人吗？什么？有这个人在吗？你现在怎样？不相信我是不是？好啦，我们拿个那个叫什么？不对啊！小猪，你在看着我，为什么要看着我？不对，我们一开始也没有种子哎，好、哦，这边好多血迹哦。我们也没有种子哎，糟糕了。哦，有一间神奇的地窖。你是铺去哪？你铺去哪？我铺去那个铁的岛吗？这还好吧？这哪有很奢侈啊？过来啊！我靠！过来啊！这有很奢侈吗？这铺两条啊？还好吧，两条哪有很奢侈？啊，你知道它总共只有44个半砖吗？44个很够了吧、啊？这边是什么？哦，下面好恐怖、哦！我想先、啊，你觉得要下去吗？我先不要啦，先不要。小猪，你在那里干嘛？等一下，我连头卡在门里面，我连武器都还没。我们哎、欸，这里面有床哦，有床啊、哦。我可以看一下他的那个，他这里面有一本书叫 Nightmare， 噩梦是不是？是的，我看一下。我觉得我们，我以为我能。嘿，没有，我们要不要先做床出来？这已经有我的床了。那我靠，好，没关系，现在是没人权了。好，我自己做。他刚那本 Nightmare 只有说，我以为我能逃出，然后就没了，所以他是做噩梦，然后没有办法逃离吗？我以为我能逃出，啊，是逃出哪里？不知道。然后他这个储物箱里面有锁链头盔，然后铁镐跟鹅卵石，还有打火机跟红石，还有红石跟打火机，这个到底是想，对啊，这地图是想干嘛？
这地图是想干嘛、啊？好恐怖哦！啊，那边应该给你拿好了。啊？那个箱子里面其他东西给你拿。哦、小猪、啊，你在这里很危险，小心你要去哪？哇，居然有铁镐哎，也太好了吧！哎，我要把小猪掉下去哦，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小猪？你可以把你可以把它引回家、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是要萝卜吗？你要裸奔？萝卜啊！萝卜！你才裸奔啦！你看，心不知道实况怎么大，我真的很喜欢叼他叼进去。是一个很欠叼。裸奔，靠！跟你讲，什么人就会想什么话。抱歉。岛上有床啊、哦？有人说本岛还有床。哦。啊，就在那个、啊、石头屋里面，是不是？这里有甘蔗，啊、还有水耶。你在笑什么啦？没有啦，甘蔗打回家，打回家种。哎、欸，这边这个地上的草打一打，看会不会有种子。我们哎、欸、有一个，哇靠！我看起来像种子吗？你长得像草啊？还有花哎、欸，还有花哎、欸。对不起，一个为师手。看你要不要把这些羊毛收集一下？可以带回家，可以带回家。带回家，然后呢？没有，就摆设啊。我们之后可以盖自己的家、啊，干嘛的？重点是我们最后要把那个岛炸掉、欸，哎，大大。哦，没关系啦，至少曾经拥有过啊。摆设心酸的、哦。没有，曾经拥有过，你知道，不求不有些美好，不求第二次，因为第二次就不一定那么美好了。我们现在把握当下。干，我讲真的没，我讲真的，你为什么要一副我在讲屁话的样子啊？我只是不太想要回应你而已，欸、因为我觉得这会导向奇怪的方向。难过，已哭已哭。你有种子吗？刚应该是吸到你身上。我只有一个。一个、哦，只有一个、哦。好啦，一个也可以。我刚打那个长得很像草的摇掉下来的，没有啊。草的摇？你才草的摇嘞！他超凶的。谁凶？哈哈！现在讲谁？小猪。现在讲谁？谁凶？谁凶？哈？哈？哈？你看，又来了。好了，我先。硬要哎、欸。好，拜拜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家里有一只马。家里面有一只马。家里有一只马，哪里来的、啊？有吗？还有鸡。真的假的？你现在是跑回本岛了吗？对啊，为什么？你是说还有马跟鸡？对啊，有马跟鸡耶，马杀鸡，哈哈哈，马杀鸡。我怎么不记得有啊？等一下，下面好多啊！加油！哎、欸，这里有箱，我看错了，那不是箱子。所以你还好吗 ？Hello， 有人在吗？你怎么了？没有，没事。我把马杀死了！你为什么把马杀死啊？我不是故意的，他下去了。你说你把他打下去虚空？不是啊，他自己下去的啦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哎、欸，瑶，干嘛？树上面哇，有个箱子掉下来了。树上面有一个箱子掉下来。哦，我找到树林，丛林木树苗核心。哦，你有找到核心的、哦。等一下，我想要整理一下，我整理一下。它是会掉下来的那一种。会掉下来的那一种？你是捡到什么可怕的箱子啊？它就放在是矿车上吗？然后就歪歪。哦，我懂，类似 TNT 矿车的概念呢、啊。Yep， 害我吓了一跳。Yep。哇，下面很多怪耶，这样我是要怎么下去啊？你是说我们在那个我们的本岛啊，我们的本岛啊？本岛底下吗？刚刚不是都没有怪、欸、啊？就不知道为什么回来就超多怪的、啊。而且我们不是有插火把吗？火把不够吗？可能不够吧。OK。嗯。阿比台有台规吗？貌似是有啦。有啊，你可以学法师啊。台规就是不准问台规有什么。等一下，我要打一块那个啦。我要打一块泥土回家。我要打，时间就等你。我想要打一些泥土回家。你不是家里泥土超缺乏的吗？可是毕竟终究那个……等一下，这里有两个箱子，你有发现吗？哪里？丛林木这边。
真的、哦、没有哎、欸啊，我只发现 我附近的这个。那我开了，我开了。按住了。可是我很怕是陷阱箱哎、欸，好像真的是陷阱箱哎、欸。你把底下挖掉啊！真的是陷阱箱哎、欸，我的妈呀！哎、欸啊，杜鱼，杜鱼，杜鱼！哇 ！God bless you。What the fuck？ 哇塞！哎、欸，这蛮好玩的、欸，真的蛮好玩的、欸。你是 M 吗？你才 S 嘞！挖到杜鱼，然后跟我说这个好好玩。其实真的蛮好玩的、啊，我觉得啦。哎、欸，我在盗墓。哎、欸，这个原来是人家的坟墓哦、喔，这是人家的坟墓哎、欸。真的、啊？你在哪里啊？没有，因为我刚本来只是想挖几块泥土，然后就挖到，决定挖下来了，就挖到人家坟墓了。你现在是在丛林岛吗？对啊，我在丛林岛啊。哎、欸，你下面很多怪、欸，你要下去哦、喔。不是啊，我在树上。你在去树上干嘛？下来的、啊，好像不太妙。下来的、啊，挖错地方了。有怪了，有怪了，开始有怪的声音了，你自己小心哦、喔。找不到路下来，不要给我生在树上，有怪就好了。哇，丛林这边超乱的、欸，我很怕等一下会迷路哎、欸。对，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把树枝都砍光。沙子也挖几个好了。沙子可以种仙人掌。没有，我要种甘蔗，我要种甘蔗啊、喔。为什么不种仙人掌？安安第一次看台，哇靠！永中你少在那边屁啊！你要种啊，也要有仙人掌啊！二三四五六，好 ，OK。哦、oh, 哦、okay ，这里哦，哇、哦哦哦，是草哎、欸，草会动哎、欸！你刚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帅的帅哥吗？没有，我刚看到一个草会走路，走路草，刚刚电话筒子哎，走路草啦。所以你那两个箱子开过了吗、嗯？开过了，开过了，那是人家的坟墓，里面人家的坟墓。所以里面是各种，没有，里面是有血有骨头。好啦，回家啦，回家啦，我们奔岛都还没弄好，你超急着出来的、欸。你好急哦、喔，超慌的。好妹，所以你现在是要回去本岛吗？还都可以啦，都可以。我想插。你要回去打怪了吗？插个火把，不要吧？你要这么快就打怪了，我还不想这么快丧命呢、欸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每次只要讲帅，你们就聊一直打八七啊？你们真的机车哎、欸！我看起来也不差吧？很差吗？我什么话都没有讲哦。好啦，你没有讲。You good job。直接攻杀。没有，我把这边弄好，然后我要放一下杂物，身上杂物真的太多了。可是我们不能下去下面，我们不能下去下面种田哎、欸，下面都是怪哎、欸。我觉得我们最好找别的地方种田啊，那里感觉就是非常的不妙。我要先变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要把它炸掉，而且既然现在下面有这么多怪，不如就直接放弃啊。就直接放弃？对啊，我们不是还有这么多个岛？等一下怪物蔓延上来。蔓延上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？就是他们等一下整个集体冲上来，你要跑你就跑不掉，我跟你讲。这是阴尸路吗？不是阴尸路啦，靠！最好是很会联想哎、欸。什么？刚刚树叶弄完的时候，空中有箱子，真的假的？空中有箱子啊？哎、欸，没有，你不是捡的吗？你不是捡的？应该不是那个，应该叫矿车箱子啊！惨了，到底是哪一个啊？哇，1.8没有盾牌哎、欸，我们只能硬干的哎、欸。可是看下面怪这，看下面怪这么多，我真的有点。各位观众，硬干 ，fighting，fight， 凶的 ，fight。这个要是 UHC， 我一定被骂死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在虚空里耶，怎么回事啊？你是不是那个？还是你要 TP 一下？啊、哦，有 TP 了 ，TP 了。你在哪？在你脚下啦。有吗？有啦。我们又开始上演哦，反正又上演隐形了。等一下你的头，你转过来。啊？你转过来一下啦，你转过来一下。干嘛啦？你的脸怎么变成史蒂夫了啦？不好意思，因为他们觉得我这张脸不帅，我只好当一下史蒂夫了。超诡异的，我是怎样？我委屈一下我自己，我先把自己重生点设好。哎哎哎，还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，妖你怎么连砍？这是1.8 S P A W N points。听说毒血样样子，这里有箱子，可是我找不到箱子在哪里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刚刚苦力怕爆炸在那边。也没有炸掉，所以他地图预设有防炸、欸，哎，真的、哦？对啊，那我们硬干硬哦干，哈哈哈哈哦！你这样是要我说什么啦？哎、欸，这个真的，我不得不说、欸，哎，就是完蛋了，这个地图太轻松了，太轻松了，对，太轻松，真的是太轻松，就是
跟极限比起来，真的轻松多了，轻松到。所以你现在就是已经完全怠惰这样。也还好，没有到怠惰，怠惰太严重了。剩两只，剩两只。啊啊啊啊！不要不要！啊啊啊啊！射了射了。哎，刚那边，等一下，刚哎，刚刚枯光有射到苦力炮，我刚刚看到掉唱片呢、欸。真的？哎，真的有唱片呢、欸！我的妈、啊！谁掉唱片？是谁掉的？啊，苦力怕，只要枯弓把苦力怕射死，他就会掉唱片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哎、欸，掉唱片呢、欸？我要不要做一个音结合来玩？也是可以啊，只是我现在非常的困惑，就是那个刚刚观众说空中有箱子，可是我现在找不到，把它变极限，是不是应该等到白天的时候再来找呢？因为我是个眼睛非常有障碍的兔子。把它变极限哦，不要啦。把它变极限，我们大概把它变极限，就大概是一直关服开服关服开服了吧。变极限的话，我应该很快就死哦。这个刚刚那个矿车箱箱啊，还有别的箱子吗？我们可以来种田了，各位观众，这是我们的天下喽。对啊，当然。你现在是要在本岛种田吗？嗯。啊，你等一下种一种那个。不会啦。啊，又是怪，又是怪。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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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我在，有我在。一切好乱哦，一切都由我掌控。我的特殊技能就是把身上东西搞得超级乱，还有另外一个特殊技能就是夹着尾巴逃走。是夹你的尾巴呢？你的尾巴呢？先生，你的尾巴呢？我不是先生。是你知道为什么兔子的尾巴这么短吗？因为它都喜欢夹着尾巴逃走，然后尾巴就被夹短了。太轻松了，关防喷防爆，防喷我是没差。你不理我。好了好了，对不起啊。我也不想理我。等一下，我在想哪些地方要种甘蔗，哪些地方要种田。把树烧就可以 clear， 可是我不想要烧树啊，难得有这么多木材。不过、欸、可是泥土感觉还是不够哎、欸。那你要去别的地方挖了吗？没有，丛林那边就好啦。丛林哦。对啊对啊。你还要挖到别人的坟墓？唱片机只有 case 比较好听。坟墓哦，没关系啊，坟墓看有几个挖几个。这间房间什么？把墙壁挖破的时候，正前方有浮空方块，你们是不是看到另外一个岛啊？你们是怎样？不是啦，我现在真的超想要找到箱子的，可是好恐怖，他们这样讲其实很恐怖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啊，瑶，你看，你有没有看到那边有一个箱子的？有啊，那边。然后因为我刚刚在树上，我就有曾经瞄到，然后我以为它是箱子。可是我不知道观众是不是跟我一样眼馋。哎呦，我观众跟你一样眼馋，哇！兔子也开始骂观众了。没有，我说我自己是眼馋啦、啊，我没有说什么。你看，扭曲别人的意思。有梯子，对哈，我们一开始那个不是有梯子吗？有没有放回去啊？啊？在我身上。在你身上，好好好利用。对啊，你要梯子吗？省着点用哦。梯子是能多省啊？我一格铺一格没吗？等一下。哎、欸，我刚、欸、哦，可恶，我忘了做一件事，忘了做一件事了。小猪，你确定你要走那条路吗？哎、欸，我刚打到九个泥土哦。所以你现在是在家里面种田的意思吗？没有，我要做一件很危险。哎、欸、喂。你做了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你怎么了？哎、欸，它水不会往下流哎、欸。你是放在哪里啊？地就下面啊。你是想要流下去底下是吗？对啊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流下去底下？没有，我想要放方块啊。这里高度是多少啊？是这已经是最低了。哇靠，这里高度是2。难怪、欸。看来我们是一个要往上爬的路咯。哎、欸，这里有鸡蛋哎、欸。不要了。丢鸡蛋，你这凶什么了？气死我了。凶巴巴！什么？快去作者说，作者好棒，吃屎！等一下哦，我们箱子岛蛮好整地的。哎、欸，可是有人说箱子岛很好整地、欸，哎，这样我就没有办法放那个了、欸，放什么？算了，就如你所说，反正这里最后都要炸掉了，我们不要留恋这里好了。对，等一下你看，有一个人他把这里整地了，哇，整得亮晶晶、漂漂亮亮，还插火把，然后呢？他哎、欸，没有，这太残忍了，这太残忍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你什么？你想说什么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一开始就不要做傻事嘛。哦，哎、欸，这导致他妈超过分的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看，对于那个弄不好就开始骂别人。哎、欸，我们一开始可以练经验哦。
你说那个风打渡？没有没有，我们就一直打渡鱼就好了。我们来练经验，我们来练经验。小猪不要走这里，很危险。小猪不要走这里，很危险。哎、欸，对吼，如果他那个，对吼，不对，如果是矿物岛那个的话，那这样钻石的那边会有钻石吗？嗯，说不定有哦。哎、欸，我虽然一直喊渡鱼啦，可是渡鱼真的到现在一下都还没听到僵尸的声音，一下都还没碰过我哎、欸。你现在是想要表达你之前极限玩很厉害了，是不是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因为极限的渡鱼不可能这么 nice，它会整坨过来，它会整坨过来。为什么听得到僵尸的声音？直接用剑敲哦。等一下，啊、好了，算了。渡鱼是黄色的啊，我不知道啊。它跟你的我有点想要扑去别的岛了耶。太好了好了，随便啦。哎、欸，你这一个都不看完哦、喔！啊，就不知道有什么啊？这也就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木头。屁嘞！底下啦，地底下啦。啊，还要挖底下、喔？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这样感觉就很可怕、啊。不会啦，你地下都不讨伐的、喔。感觉底下就很多哦，太精彩了。对不对？好啦，那要不然我陪你去讨伐，这样可不可以？两个人至少就不怕了嘛。底下非常的酷炫啊，而且都是渡鱼族哦，不要杀，不要杀！啊，我掉下来了，怎么办？我掉下来，掉到一个都是怪物的地方，我要死。兔子掰，兔子掰，兔子掰啊，去了，哦、再回啦！重生在这啊！再回啦！好啦 ，OK， 那我们这世界太复杂，你说单纯很难。我没有想要理你的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好啦，奇怪，你都喜欢扑。你要去讨伐了吗？你要去讨伐了吗？你要去讨伐了吗？好好，走走走走走走。我要当小屁孩。小屁孩。你要去讨伐了吗？我先把那个叫什么核心放一下。所以这、哎、你到底是哪一个？所以这里会有铁矿吗？说不定这里有。压力铁轨。哦，你知道讲到上厕所这件事情，这个真的让我超生气的。还记得有一次 UHC 赛前我真的超想上厕所，可是我不好意思去，然后我就憋，一直憋着，我就憋了两个小时，哇，赛后整个大解放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，这边要怎么下去啊？要用水下去吗？下面还有渡鱼哎、欸！你要去哪里啊？啊？丛林岛下面啊，丛林岛哦，下面是铁砖哦，下面是铁砖哎，这么 nice。真的、哦，丛林岛就是从刚刚你挖别人坟墓那边下去啊。我知道啊，啊我在想办法下去啊，我在想办法下去啊。我从那里摔下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刚是打什么？哦，渡鱼，渡鱼，渡鱼。哎、欸，这边你要。这里感觉就是非常的不好下去。要想办法下去，这里感觉就是非常邪门，歪道。邪门吗？下去下去，苦力爬行下去，哎，所以空中爆炸哦，666。你看，你看，他又死了。来来来，我们抢下制高点，我们就赢了。我们只要抢下制高点，我们就赢了。这跟 UHC 的道理是一样的。我应该在这里看着我的队友努力的奋战吗？哎、欸，又有一次爆炸。对对对，我们只要抢下制高点，我们要胜利了。哎、欸，你为什么又掉下去了？哇、哦，钻石啊！啊啊！哦，这里有藤蔓，这里有藤蔓，可以爬，可以爬，可以爬。哎呦！谢谢您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，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